们昨天晚上回来了，然后今天一大早，轩宏就跑过来给我们拜年了。轩宏，你今天来给我们拜年，哼，我给你拜年，那你不是给我拜年是干嘛？你不是说要帮我找一个女朋友吗？有没有带回来？湖南的？对呀，我要湖南妹子。吼、哦！你一说我就给你找到了，所以你今天急急忙忙过来就是问我说，给你带个湖南妹子过来是吧？对呀。难怪你在这里这样看那样看，你以为真的带过来了？你真的是想，你真的是也会想哦，想得到哦。有没有嘛？有的话就带回来嘛，是不是？你那个条件我怎么去帮你找？我那个条件也不错啊，怎么不错？我有房有车啊。车嘞？车子的话我买就行了啊，是不是？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情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嘛？有的话带回来看嘛，是不是？这个，我怎么我不是说带回来给你看，你起码的，人家要先了解你的情况。你说我急急忙忙给你带个回来，怎么可能？我不要对人家女方负责吗？那你带我去呀、啊，去你娘家去呀、又去啊？啊？对啊，是不是？那你干嘛当时干嘛不跟我们去嘞？你没告诉我你要回娘家。那是你说的是正确的。你现在跟小凤是怎么样？啊，跟他已经没戏了，泡汤了。怎么嘞？他都说不来我这里了。我看那不是还挺那个的嘛。哎呀，那。他说不来就不来，哎，我都把衣服都丢了。所以这两天你不舒服，就是相思是吧？哎呀，话也不是这样子说，我。你还要烧点吗？不用了。我说你来买这么多东西给我干嘛？这也算多。这个还不算多啊，小勇也很多啊，你看小勇的口袋都满了。哇，小勇也这个我家里面也有。然后呢？这个好吃，这个水更多。不是，你不是想抱回去吧？我家里面也有。这个是雨欣拿给我的。我家里面也有，没有，我就是看一下，说这个很看一下，不要流口水哦。那你吃一个吃。不要，我家里面有。这没事的，吃一个。啊，吃一个。不用，来嘛，吃一个，不用，来嘛，哦好，要吃2个，吃3个，可以，吃4个，吃5个，吃6个，这样子，你可以吃那么多啊？你叫我吃，不是少了点，你干脆自己先扛回去得了，那不要兜了，你那个口袋塞上去都已经装满了，装不下了，要不你拿回去，真的，嗯，真的给我拿着，嗯。真的？那这个你要不要拿回去？那个不要。你们说的啊，等一下我拿走。这个你也拿回去吗？那个给你们。哇，好漂我亮！家里面有苹果。你不拿？他拿不下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叫嫂子啊。帮我找一个女朋友，不但叫雨欣呢，帮我找一个也不找啊，不找就算了，啊，我先回去了，反正也没什么事。那要不吃了饭再回去呗？饭不吃了，下次吧。不吃饭？不吃。其实没有女朋友也可以吃上饭呐。对啊。哇塞！我跟你说，你知道小勇我在家的时候，小勇给我打电话干嘛吗？就给他介绍一个2分的也可以，带小孩的也可以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刚刚在楼下小勇也叫我帮他介绍女朋友，就是叫我把我堂妹介绍给他，你知道吗？还是算了，这不搞了，等一天搞得不好。那坐下。这个小勇他是扛不动还是咋的？能不能把他藏起来？他没拿，好奇怪哦。怎么把他藏起来？